家做炸酱面，带上原料。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。这个好不好吃，炸酱是一个，另外菜码是一个，就这两个。要不见自己。香吧，嗯，谢谢哥啊，来来来，不客气。这是我今天的工钱，送我一个帽子。会的手艺挺多的，好吃。原来我说这个懂生活，懂生活会生活。嗯，汤哥，你把这个会生活发挥到极致了。对，就反正他要有这个兴趣爱好，对，得有天赋。他做不是他做的时候是很开心的。嗯，对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，其实有负担。对。来尝一尝了啊、哦！好吃吗？